人出门太热，赶紧试试这款挂脖风扇，360度立体出风，三档可调，一档模拟森林自然风，静音舒适，二档模拟海风，畅快无比，三档48个出风口，火力全开。最重要的是，女士不用担心夹头发，小朋友也不会夹到手。颈部是软硅胶材质的，不仅戴着舒服，还能调大小。现在我们源头厂家发货，夏天怕热，经常出汗的朋友们，赶紧点击视频下方详情购买吧。想过夏天给脖子安个空调是什么感觉，还有78个环绕出风口，让你全方面感受清爽的同时，无扇叶的设计还不会缠绕头。绝大多数人还在用传统的老式风扇，现在城里的有钱人早就用上了这款无叶挂脖风扇。我也是买了这个以后才知道，在炎热夏天随时随刻凉爽的秘密竟然是它。之前花大几千买空调简直白花钱了，用这个东西的男人在家省下几千块，天天被老婆夸无叶涡轮出风设计，不再担心会绞到头发，小巧便携，走到哪带到哪，超高颜值，让你轻松度过凉爽的夏天。40度的高温天气，如果没有这个挂脖风扇，我都不敢出门。这款无叶挂脖风扇简直太牛了，三档风力调节，一档模拟森林自然风，静音舒适，二档模拟海风，畅快无比，三档48个出风口，火力全开，让你体验空调带在身上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，全身找不到一个扇叶，女士不用担心夹头发，小朋友也不会夹到手。颈部是软硅胶材质的，不仅戴着舒服，还能调大小。与此同时，不到一个鸡蛋的重量，带几个小时也不会累，充一次电续航24小时。就是这个神奇的小东西，夏天出门没它真不行。没用过挂脖风扇的，我建议你们一定要试试，它只有一个鸡蛋的大小，戴在脖子上柔软舒适，透气不闷汗。采用无叶涡轮的设计，头发长的女生不用担心夹着头发，超长续航一整天，让你随意出门。这么好用的挂脖风扇，安排起来吧。有脖子的人，夏天给脖子安个空调是什么感觉？它有78个环绕出风口，让你全方面感受清爽的同时，还不缠头发。三档风力，既可以解放双手，又能满电续航6小时，非常耐使。